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二册第三课。え a i m a 本课将继续学习各种介绍动作发生时间的表达方式。通过课文，我们还会学习如何和他人交流外语学习班的情况。本课的讲解。 共分为六个小单元，其中的知识要点分布如下。有些小单元可能包含多个知识要点，请注意认真听讲。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在上一课我们学到。 表示动作发生或状态出现时间的 “toki” 和表示顺便之意的 “zideni”，衔接动词时时态都比较灵活。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我们再来学习一个衔接动词时态较为灵活的句型，它同样也用来表述动作进行的阶段。一起来看视频。 田中先生はさっき出かけましたどうしました先生の携帯はここに忘れたんですよほんとだどうしましょう大丈夫ですよ今ちょうど先生の研究室に行くところですから私が渡しましょうじゃお願いします。視中当コさん表示自己正要去 递给 Tanaka 先生时，用到了这个句型。该句型表示人或事物处于某种状态、阶段。当前接动词原形时，表示该动作状态即将发生；当前接动词 teiru 的形式时，表示该动作状态正在进行、持续中。

在第二个例句中，我们还看到了 tokoro、ok、d e s 这是因为此处表示在过去某个时间来到教室时，大家正在扫除。接下来，请看下面的练习。下面三道小题的对话都发生在打电话的过程中，请根据语境完成对话。